龙啊，三四啊，五啊，六啊，七啊，八九啊，九啊，十啊，十一啊，十二啊，这十二啊，我搁加一只鲑鱼给你啦，真的啦，我要休困啊，卖啊啦，来，最后搁一个了，一千块了，是迄几个？我第一啊，三，我第一个啊，五啊，六啊，七八啊，九十，十一啊，我什么十一？你讲十二？是啊，当然啦，迄种咩？你买物件，等下给恁厝的人吃，恁厝的人敢买？安尼这真正无天良啊！哦，是变袂落的问题啊！我是讲，你若买等下无客吃，搁来买，安尼真正袂当。哦，你几个？我七个啊！你几个？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个、十二个，最后搁四个。来者。你要两份啊？来，好啊。我咧我三个啊。我咧无啊。最后搁一个啊，加当然啊。然后你别说话，你听，啊，我说话你看嘛。好咩啊？那个一个啊。那边啦。一百、两百、三百。四百、五百、六百、七百、五。我这盘拢卖加只了八百几块啊！啊，干杯者四百五，四百五加三百，七百五加一包八百二十五，恁俩才多一百七十五块。你买一盘一百七十五，安尼你袂晓买物件，我无法度啊！你几个？你几个？我三个。最后一个一千块啊，放袂了。山顶会讲要十分钟后来坐。好啊，来啊，安尼变啦，安尼坐山顶会变来。迄个阿公，鲑鱼是两块哦。好。鲑鱼两块哦，炒下拍底佫干杯哦，要求哦。这都没有关系啊，我觉得画这个物件就是比较恁爽的啊。OK 啊，不惜任何的成本，就是比较恁欢喜的，讲真心话。才多百几块啊，才百几块，特别重，特别重，爽好，特别重。我就是要回出面啦，今天我今天也无回啊，也没有好了啦吼。阿红，咱阿叔，咱做两个吧，变好不？四块是几包？四块。两包的。四块两包啊。两包。啊，你的本身才一包，搁才一包。啊，你啊就只提，别当只提吧，哎，多年啦。什么七块钱哦？七块七块，你只要你要几多？只本身一包，只搁一包啦，就安尼啦，是哦。卖搁啊，复杂化，拜托的啦。嘿啦，这做单纯的物件，你卖搁复杂化，好不？啊，再搁一包这哦。啊，你只拢我袂客嘛？啊，这拢鱼的，不错，谢谢哈。啊，这里要鱼啦，要鱼我带拢了你啦。哎呀，你啊，你饲的这七块哪会离啊？不错。啊，姐姐。价钱的酒也起来了吼，来。我把恁滚滚的这种拎下，这个比较恁爽的呀。滚落来。你啊，拄好这是一包啦，这个是表示鸡块啦，你知无？这是干贝啦，好无？卖乱哩啦，拜托的啦。哦，来啊，这啥物物件啊？来啊。哦，是啊，我来你用的时候，你加的时候，你就家己爱起哩啊。来啊。不懂。哎呀，没有货了啦，有啦，搁一包的，我带搁一包的。啊，这包面我根本变袂落去咧。我应该买第二份。哦，你是想要买第二份哦？当时这大阿三弟哦。谢谢。感谢大哥啊，大哥，谢谢啊，你也较接纳的啊。后者买物件，总有某囝食，搁有用咩？你袂当啊，讲啊，你讲。这社会啊！你还在摸小鱼啊？什么鱼啊？小鱼啊！小鱼啊！哎呀，分了了，这上来了，这是包多啊，好来啊，分了。你也不会，你也不吃包的。吃包嘛，你也。有的来接做，有的来我不包你。你那鸡块多少钱？我开个包。哦，对对啊。上几钱啊？哎，听袂听见？恁哪底有一个鸡块减一包，唔知四人看我找无啊？恁家己找看看。恁哪底有一个鸡块减一包？鸡块一包，这好像经典鸡块啊，减一包哪底还有两包啊？你即马我当一包就是一定是恁哪底有减一包的。你找看嘛，经典鸡块看上无的啊？一包啊，你看一下啊，经典鸡块啊，内底有两包，不是一包啊。摕钱的啥我袂记得着。好，这等下讲做生意的要来，我唔是做生意的啦，煞顶的啊。敢有人无记得着无？无我这布哩，我留一包，直接嘛唔哪送去。
鸡块两包。我是帮你加，你讲好白加。这干杯啊！啊，你内底敢够这？你一包了吗？你内底有迄落吧？有迄落日式鸡腿块吧？你有这包无？这包计少一空罐嘞，啊，所以我有欠啊，遐就对啊。安尼后壁这个，安尼后壁这个有啊，你两包啊。好，阿伯，你要食啥物？你不要一包。啥物啊？你嘛要食碗鱼，要食一迄落这鱼啊无？我鱼啊未买许群啊，碗先来，无货啊。我才未买落，好啊，到人要食碗鱼，300-500，来阿无300落，好啦，碗鱼300块落好无？300块上面只碗，你物件包好了未？包好就给了分分的啊，一尾300，两尾300，3尾300啦，好无？4尾给你啦，5尾给你啦，300上面只碗的拢无饲的啦，300落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6尾给你啦，300块一尾剩50，300上面只。啊，无安尼啦，7尾啊，300上面只，300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一尾我下去啊，300。七百三百，你一百二十几？一百啊三百，一百是偌济？一百40几块啦！啊，八百互你啊，你遐好爽啊，300，要收你这人个发票？无啊，我只一百加来收两个，开钱要收下嘛，因为你遐长。所以我知啦。够巧的，嘿，要收你那不是人，你遐精啊！哦，你遐要收这，要赚你的钱，我赚会少。五百啊，六百啊。7尾啊！哦，恁两个有够厉害，恁两个，真正恁这种人讲，电话内底讲个师傅卡就行，恁说恁这种师傅啊，来，对啊，恁卖了欢喜，我卖了嘛爽嘛，讲真正啦，吼，有当时买，我注重一个感觉尔，5尾啊，6尾啊，7尾啊，8尾，第一个买是啊，来，搁1尾送你啊，即尾要送你，加1尾啊，你第一个加钱送1尾，好，好，我唔该用用我就好。啊，多少？有一个人在讲要食什么鱼？黄鱼哦、喔，黄鲳哦、喔，来黄鲳我改卖了，黄金鲳啊，这个，啊是啊，别过，靠，还佫有鸭肉丸，佫有包肉贡丸，那笑呀！啊，这大尾你要食500-400，要拿300一只给我就好啦。哪只啊？你遐拢300的哦。300上面食啦，金鲳啦。后壁啊。300块啊。上面来，我来呀！一尾300，两尾300，这尾搁送你啊！安尼一尾你又买袂到啊！这尾搁你啊！300，最后一个300，最后一个300，上面是红色金枪啊，两尾啊！啊，两个哦！这尾搁你，哎，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无！没有了。啊，我感觉冰包，起看起来，以后我少耍休困啊！啊，做你搁一个啊！这尾搁你啊！我讲真诶啊，今仔日会哦。我也算有数伊啦，算炸上济啊！我也无爱骗诶，我今日炸足济皮卡，你看我食顶消化袂偌济。哦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！我鱼也来扫扫诶啊！阿叔，你阿鱼也摸摸啦，我袂休困啊！来啊，要不要搞啊？来啊！来，到人要食迄个乌鸡无？乌鸡上爱煮汤啊！你要食乌鸡，免500，免400，来要食来300就好啦。300块落啦，300块啦，300上面食 OK， 大家倒数一下无，来刷关一下子，谢谢。那这样嘛算无，到尾食咸猪肉，恁遐咸猪肉百几年无买啊，这你就爱食啊。来咸猪肉要食500，要300上面食咸猪肉，300块，300要食无，一条300，两条300，这条过送你，这条过你，300块落啦，真诶行诶差诶拢会斗，300有要食无？300块我要食咸猪肉，今仔日来搞要四分啦，300来。300都有要来无？啊，无你妈买回买100，等去食看卖150。今日要来啊？7-8好了。这是啥物物件？这个袂袂啦。这啥物？恁敢要食玉米布丁酥？这呾7块安尼吼，你就甲蒸蒸的就好啊。你要食玉米布丁酥，唔免互你开500，开400，这大包先开钱的生意，好无？100了，来100块，玉米布丁酥100块，100块，100块，最后2包100上面食玉米布丁酥，100了好啊。最后这2包100上面食玉米布丁酥，100块，以后到1000是该买2份啦。没有，我也没有这。哎，我拢无啊，这2包我你平平起来100块你吃吃哦，我真正无你安尼卖哦。哎，系啊，我真正要休困啊，我都拼活上，我尽量活上我哩啦。
啦，你敢要食乌鸡无？乌鸡要食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三要食乌鸡，三百块我若要食乌鸡，一尾大尾哦，两尾给你哦，一尾要送你哦，五百免四百免哦，先加钱先赢。两百块落来，200块对吧？来啊！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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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所以你三个，是啊，你一个。也是要出六十几块，无啊无啊，算看嘛，啊你先来，你几个？大尾 OK， 一尾卖你六十几块，恁遐一尾卖你一百块拄啊好，卖你六十几块。啊那你看无啥人食鱼啊？先一尾上面两包了，两包，一尾两包上面啊？来提两包呀！一尾两包上面去啊？你都唔敢提钱用啊？你来啊？钱去吧，钱进来，200，谢谢。几个腿免钱，不用钱，不用钱，送给你是就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介意你的钱用啊，你一尾两包你买了，一尾两包你买了，两包你买了送你啊。啊，搁来要食啥？啊，所以我来讲哦，咱今仔甲拼拼，稍休困啊。我来请教一下，恁敢有东安鸡排的人家想要吃我鲑鱼甲鳕鱼，剩无几块，敢有人要吃？有没有人想吃鲑鱼跟鳕鱼，剩一点点？拢无哦，好，来恁听我介绍一寡物件，你们注意听我讲话。我那后续客票哇，阿叔，来你甲这物件吼，我爱收我同只卡卡的哦，好啦。阿姐，你今仔是买物件买足济啊？是的，布料厂全部，全部。